晚上六点半，然后呢，就是居然有小玉们 surprise 我。各位，现在是正是十二点钟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还在片场，因为我们刚拍完 MV， 这首新歌的 MV 啊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是我觉得我拍过最搞干的一次，然后同时间我觉得我也是最期待成果的一次，到时候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玩阿瓦隆，讲些什么话？我爱的阿瓦隆。先不要那，注意一下那个图形。我脸盲症。这张是那个莫德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也这样？我们每年生日都变回原本。对啊，大家一起吃蛋糕。十八岁生日快乐。啊，谢谢老师。你也十八岁。最爱的法式餐，我很喜欢法式餐，最近我很喜欢舒芙蕾。然后不管啦，我生日，所以今天可以破镜一天啦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。然后记录这一刻，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吃到蛋了，我最爱的蛋。Hello，Hi，开心。黑松露炒蛋，哇！这有三遍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刷给你。哇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快快快！25岁了，其实我原本对25岁这个数字有一点恐惧，因为以前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讲说什么，哦，你到25岁你就小心，女生到25岁你就会开始腰酸背痛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 ，no， 我觉得都是自己在那边乱吓自己。我25岁我还是 very fine，I feel very good。对啊，总之，25岁其实很难得的第一刻25岁是在MV 片场度过，然后觉得很奇妙，因为其实这一年回到台湾真的我觉得好多不容易哦，就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，但是就很感谢你们一直都在，因为每次看到你们就觉得充实力量，然后大家就敬请期待我的新歌，还有我的新专辑，还有我在4月26号的演唱会啊，非常兴奋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子，那我爱你们，小鱼儿们，谢谢你们一直都在。I will do my best to give you the best music that you'll ever hear. 爱你们，Cheerio!